家好，我是李劍灣分行基層。今天我替大家介紹的是我身後面港島東區一個較新樓齡的大型屋，元嘉灣的一個外景單位。我帶大家周圍望一望，同埋上去個單位望下。由西灣河地鐵站步行到嘉灣只需要5分鐘就到達屋苑噶啦。咁屋苑樓下咧，亦都有巴士總站啦、的士站啦，交通非常方便。咁唔止交通方便喎，購物都非常方便。附近亦都有大型超市啦、萬寧啦，同埋便利店等等嘅。咁鄰近嘉灣啦，亦都有我哋港島東區嘅美食總會啦、蘇豪東，咁各式各國嘅美食都有齊喺度。咁嘉灣旁邊就有一個海濱長廊啦，咁大家可以欣賞一下，然後我帶你哋上去屋苑設施望望啦。嘉灣嘅會所設施就有一個室外泳池啦、健身室啦，同埋保齡球室等等嘅。咁平台咧亦都設有一個兒童嘅遊樂場啦，咁可以俾啲小朋友盡情咁玩啊！高層啲嘅外景單位，實用面積就673呎嘅。咁我就帶大家睇下呢個單位嘅價格。咁先讲讲呢个单位嘅资料先啦。呢个单位建筑面积就923呎，实用就673呎嘅。咁景观方面就望翻我哋嘅维港海景景观啦，非常之靓。咁另外业主呢个单位咧，放售者价钱就系1700万啦，房租就系33000蚊嘅。咁间隔都非常市正啦。原本呢个间隔咧就系3房1套嚟嘅。咁業主就將佢改咗做2間房，咁呢個就係細房啦。咁另外呢個就係主人房同另外一間細房打通咗嘅，你見到非常寬敞。咁呢個就係主人房嘅套廁啊，咁呢個就係客廁嚟嘅，非常新淨。就是单位的厨房，业主都将它重新装修过了，你看到都非常漂亮，所有炉具、焗炉、雪柜、洗衣机都很齐全的。好了，今天我就介绍完毕了，有兴趣想知道详情的话请致电联络我，多谢大家。